mais si vous êtes 32 et vous êtes comme le numéro 7 sur le table. Thank you.
What? Oh!
Matsudaira. Match to Matsudaira. 男单四分之一决赛。 的老将马林，第三轮呢是战胜了中华台北的江宏杰，第四轮战胜了来自葡萄牙的，他是。 表现出了很好的技术状态，因为昨天呢，他是战胜了乒乓球队男队最强的一个较量，与所有的出名现代所有技术就能够出状态。 非常完美。我们看这个球啊，许昕的质量稍微一下降，发球。到了第七局，最后马林是当时4-3取胜。许昕呢，全台能够使用正手。 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也终于迎来了最激烈的比赛。好球！11-8，Xu Xin。 好球，只是看到您出现在我们的电视画面当中。是比较关注的，所以一直在盯着这个。所以说，他许昕如果说他连续进攻能够一板扣一环的跟上的话，他就能够经得住发球，然后他的防守能力也不错，手场感觉也不错。好球。那秦指导嘛，丁大丁的比较紧，那一般训练完了以后每。 在比赛当中得以体现和，那这时候很好，他如果防守能够把握得住的话，这个球队这次就会创造很多的机会。是，这种厚度啊，比赛的自信比较高的，因为对他们来讲的话，他们必须去拿冠军去证明自己。厉害呀，他这个打法。 他就是除了发球有点特点以外，其他相对打球比较靠近球台一点。你看防守能力都是很好的，个子的小一点，所以显得正手的力量不够。哟！我反手再摁压了一下直线，啊，这个也是体现他的一种手感。哟！ 9-7领先，连丢了4分，觉得很神这手感，因为男子的运动员很少有他这种能防，因为女的力量轻，把对方拉死，所以造成自己的失误。 加强变化就不要硬冲硬打。其实作为直板来讲的话，其实对手有杀手，但是那种凶狠度我觉得不够。但有时候有机会的情况下，就该发力的时候。好球！坚持。
所以也能够很好的防守。这次松饼确实打得不错。嗯，啊，对。哟，双今天要争夺的这个男双的冠军，你觉得？应该说马奥林发挥得相当不错。对。现在对他心态上有些无谓失误开始出来了。加保险了。都能防回来。你看这个球，松饼推许昕，这次许昕拉他就切了一个，这个球是第二板的衔接，是非常要手感。哟！板高出现，所以他有时候给先板相信点他的反手领了。那么还是多主动用正手来上手。第二局是在领先的情况下的话，有点得意急于求成，所以被输了。第三局那边打到后面显得有点被动，主要是他进行连续拉以后拉不太死，然后把自己无谓失误相对多一点，这就造成了这个比赛。好球！的理解啊，这种手上的感觉，还有提前的一种判断，许昕也是拼命加转，拼命加转。感觉在拉不死对方，要发力冲吧，自己无谓失误又多。期待许昕在下面的。你一把狠劲儿还得有。好球。那么你的正手也会受到影响。然后找机会退下来，用正手或者用反。走！哦呦！这个你看许昕呢，像这种球，他都不是冲的，全是吊。一吊的话就他手上松饼防守的，手上感觉是不错的。是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情？这个给对方压力太大，但许昕这个球给对方压力太大。哟！好球！看他反手一点了，他控制不了，车身一掉，然后再冲出来这个球。来得分，9-8。爆条。许昕再拉，哎呦，10-10的情况下，这个比分这么紧张，但是他手一点都不硬啊，吴指导。对啊，说明现在高抛，底线长球，许昕反拉，好球！赛中的表现和发挥，我们一起来看，拉起来。好球！许昕高抛，中间短的，啊，有没有变化？好的，许昕接发球，现在的第五局，哟，第四局。其实第四局开局许昕三高后，但是后面1-3以后加强了正手的使用率。然后一下子打到7-3领先，而且中间发枪里面发两个直线，所以这个是好球，后面就相对比较被动一点了。对，这个是好问题，走机会上手。可能会出现这个失误。脚下步伐和这个启动啊，对，这是年龄的。其实马林跟松平打一直不太好打，其实不够了。
对。好球。犯一点错误，应该就是握有主动权。这样11-5，许昕拿下第5局。现在许昕3-2领先，我们还是做到了完美。我们来看比赛。就说是一个半成品，有意识在用，但是呢。算失分，防啊防啊防！虽然防得很好，但是不足以失误。对方不失误的话，你就没有机会。在现场为我们的球员加油，扑正手，许昕、马龙、张继科。包括王浩，这4个选手当中，王浩对对马龙或者许昕对吉科的话，这两个从头对他们来讲，对他们讲。好，我们来看比赛，现在5-5，许昕拧拉，反手加力，许昕侧身，再侧，拉住，反手拉，就是感觉这个手要抽筋了。许昕侧身全拉松平这一手，松平这手全给他五直线，直线拉直线把松平围他的这手跑得更大。许昕现在先再硬一硬，发动一下。拧拉，正手拉斜线，侧身拉住，好球！许昕战胜了。